大家好，今天呢咱们在耳湾看一个可以捡漏的房子。我手指的方向呢就是公园泳池会所，这是一个接近3000尺的四房的两层独栋。从房子步行1分钟呢，咱们就到了这个泳池会所。这个标准的一个赛道池，还有一个小的泳池，前面那是会所。然后呢这里还有烧烤区、休息区，这个是温泉的池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咱们再回来看这个房子。这个地板呢现在还没有装上啊，一进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客厅，还有厨房，嵌入式的冰箱、微波炉、烤箱，这个是抽油烟机，这个都是大品牌的，这个是 Monogram 的顶级的电器品牌。然后打开之后呢还有红外线的这个保温功能。整个房子的层高非常的不错，因为我用的是广角再加上个子高，所以呢拍出来显得天花板低了一些。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户型的结构哈，它一楼呢就是这样的大客厅、大厨房，还有一间卧室、两个卫生间，一个呢是客卫，一个是卧室里面独立的卫生间是全卫。家里如果有老人呢，或者是把它想做成一个办公室都非常的方便。现在呢咱们上了二楼，二楼呢还有第二个客厅、三间卧室，还有洗衣房，都是在二楼。咱们看这个洗衣房还是蛮大的，而且是有窗的。这里呢就是另外的一个客厅，二楼的客厅。前面呢这里是主卧，主卧是带阳台的，而且这个阳台的面积不小，咱们出去看一下。站在阳台上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跟对面房子的间距很宽，而且呢它的采光也非常的好。这个主卧的舒适度很高，它有这样的大推拉门，还有阳台，每天打开这种窗帘让阳光可以照得进来。而且呢主卧这个大的卫生间，这个都赶上一个卧室了，还有这个大的衣橱，并且还有储物架，浴缸是在这个卫生间的中间。现在呢咱们往反方向走，这里呢穿过这个客厅，咱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两间次卧，这两间次卧呢是共用中间的一个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就在这里，是在两个次卧中间。160多万，近3000尺四房两层的独栋，性价比还是非常的好的。而且它的位置呢离泳池会所很近，更多的问题呢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。